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柠檬哥，今天呢得闲呢去试一下城轨管卫城轨，东莞到惠州，它开通了都很多年了，我都未去试过，今天去试一下。 Let's go。 前面就是奇峰公园地铁站，要去惠州呢，坐城轨去惠州呢就要去西平站换地铁了，换个城轨了。现在呢我就在奇峰公园站去西平站转地铁了。冇人，隔星期二西平。OK， 两蚊西平站。呢度就奇峰公园站地铁站二号线啊。东莞目前为止咧，净系开通咗二号线一条线啦。开往虎门火车站方向的列车即将进站。二号线呢就从虎门火车站开到石龙的东莞火车站。开往虎门火车站方向的列车即将进站。我依家要去虎门火车站的方向，去西平站两个站。好多人啊！到了西平站啦！欢迎您光临西平站。哦，首先，你换乘轨去哪里换？这一六座。好，谢谢。西平西站啊。西平站一落车到负一楼咧，有一个口咧可以去到西平西站。请在火车选择到达车站。去惠州嘅第一个站算啦，我下昼仲有事啊。依家十一点，仲有二十分钟。坐下先，个车未到，所以喺度等十几分钟。佢唔系长期有嘅，半个钟一班车嘅，全程咧就九十几公里。我咧就去惠州嘅第一个站力南站啊！依家终于检票，唔使急，因为都系冇位坐嘅。
有广东话同埋普通话嘅播报啊。全长咧96.96公里，其中东莞境内长咧67公里啦，惠州咧就30几公里嘅，时速咧每小时200公里嘅，就冇高铁咁快嘅，高铁300几有剩。车到啦。嗱，同高铁唔同咧，佢就唔使按照座位号嚟坐嘅，任你坐嘅，唔使话每张票系咩号码。一车厢同高铁一样啊！列车即将关门，请注意安全。依家就3:20，我睇下几点到啊？揾咗个位置坐咗落嚟啦，依家个车行紧，20几分钟开营，我睇下几点钟到惠州，好少人啊，系咪因为票价太高咧？空座率都几高噶喎，我依家呢个车厢咧，总共加加埋埋都唔够10个人啊。东莞地铁咧全程先至5蚊啊嘛。我依家咧就去力林北站咧，即系惠州嘅第一个站咧，都要35蚊，就有啲贵啦。如果去到惠州市区咧，可能要50蚊啦。50-60蚊咧，间中坐下可以嘅。如果每日上落班咁样坐咧，顶唔顺啦。呢个系常平站，嘥好多时间。依家12点，40分钟先行到常平。
岭南北啊。西平到岭南北要成个钟啊，而家到啦。站去玩嘢食，我未嚟过呢度噶。揸车咧就去过岭南嘅服务区啦。呢度就系惠州啦。一落车咧，好多摩托佬，几次问你坐唔坐摩托车咧，我就冇坐嘅。人生地不熟，唔敢坐啲车。去揾嘢食先，好肚餓啊！聽講呢邊咧，湯粉好出名嘅，第一次嚟，唔知點行啊！等我上網揾下邊度嘢食先。坐低嚟慢慢玩先，食个饭就走啦。呢次纯粹系为咗测试，试下搭呢个城轨噶啦，冇咩目的地去嘅。唔揾啦，行到边度就睇下边有啱就去食饭算啦。嗰條街可能繁華啲喎，去睇下。呢條係村道啦，私人屋好多。岭南醫院。呢间茶餐厅休息啊？点搞噶？食饭时间休息，实在揾唔到嘢食啊！有冇车去呢间中国三大饮食集团之一嘅沙县小食啊？食啦！中国三大饮食集团就系、是。沙县小食、兰州拉面同埋桂林米粉啊！嗱，呢条街有两间沙县小食嘅，去第一间算啦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什么好吃啊？什么子吃的人多？有饭了，有面条了，饺子了。好、哦。
它是什么？鸡蛋面，番茄鸡蛋。那它一样的。省着心，省着心。这个番茄鸡蛋面啊，蒸饺啊，比东莞的沙县小食好食，搞掂，走人。哦，吃饱了，味道 OK 啊，比东莞的沙县小食品种多，可能他自己加了自己的很多东西，很多菜式啊，有粉，有粥粉面啊，有饭啊。而家走啦，前面就是力能北站啊，翻东莞啊。嗱，呢个城轨咧，可以直接去到惠州市区嘅西湖站嘅。个西湖咧就同杭州嘅西湖咧，就相当于小型嘅杭州西湖啦，山寨版咁样啦。呢个就是力能北站啦。又等了半个钟啊，因为呢啱啱入咗去入站买票之后呢，啱走咗一班车，佢半个钟一班车嘅。好少人坐，好多空位。东莞段咧地下嘅多，惠州段咧地面嘅多。嗱，小金口到常平东站咧，系2016年3月30日开通嘅，而常平东站到道教咧。是2017年12月28日开通的。时速132日，它一时一时，一时快一时慢，理论上有200多公里，现在地下可能慢一点，120多公里。乘客早给优才提醒您，列车已经到达西平西站。西平站啊！翻到啦，足足花咗4个钟时间啦。等车1个钟，去等咗半个钟，翻嚟又等咗半个钟。坐车2个钟，然后食饭1个钟，足足花咗4个钟。感觉中伏啊！我见啲网友话咧，半个钟可以去到惠州啊，东莞境内都唔止半个钟啦，中伏啊！体验都几好嘅，只系安检比较严啊，冇地铁咁方便啊，去查身份证又要查包咁样，比较严啊。车速咧唔系好快嘅。
揸車仲快過佢。票價就比較貴啦。我去嘅係瀝林北站，去到惠州嘅第一個站都要35蚊，來回就70蚊噶啦。如果人多咧，最好自己揸車去啦。一個人咧就搭地鐵、搭城軌方便。好，條片就分享到呢度，中意就撳個 like、分享同訂我頻道啦。下條片見啦～